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家庭自制意大利面的小教程，特别推荐大家尝试一下。接下来做的这款肉酱不需要太多的技巧，选水的材料也是比较方便买到的，都是一些家常的材料，却可以做出异域风味，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。这款肉酱不仅可以搭配意大利面，还可以搭配我们平常的面，老少咸宜。另外还特别适合我们留学的小伙伴，一次做一大锅，冷藏起来可以吃好几顿，方便省时。接下来让我来介绍一下食材吧。这些是切好的东西，准备下锅了。倒进来，卤中了用江白油啊。